Hello guys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还是一样要做汽车追寻，来看一下今天的任务。单场游戏获得20秒飞行时间。关于这个的话，就要去一个可以一直飞来飞去的地方。单场来试一下看，就看一下这里，试一下看可不可以。因为这边它的地不平啊，所以你可以一直飞来飞去。这边就有0.5秒，要20秒，这样这辆车不是很好控制，真的这辆车真的不是很好控制。这辆车有点像漂移的车，所以它是会一直漂移，然后就很难控制。现在才10.5秒，还剩8秒，希望可以顺利一点。OK， 这里还剩7秒。还剩5秒。2秒。OK， 任务完成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